的题目是台语好听。自细汉，我拢讲国语，阿嬷就嫌我唱歌好，连台语都袂晓讲。有一摆，阿嬷替我洗身躯，伊叫我手举较悬的，讲要甲过人脚洗较清气，寒天才袂生几啊。明明听到脚爱洗脚清气，哪会无在洗脚啊？原来过人脚不是脚。逐摆我问阿嬷，遐尼侪头音，哪会拢共款？阿嬷就伊讲，共款句句共师傅的。自彼时，我才知影原来台语的学问是遮尼深。我就决定开始偷偷啊学台语。即卖毋是我家己学的，讲地方台语，我是讲卡溜溜叫。讲到咱台语，实在是真新鲜，有当时亲像很酒醉，讲话起来是甜甜的的。讲起讲台风，台语爱讲。过去讲热闹，台语爱讲闹热，搁有一挂俗语嘛真趣味。亲像我常常替听阮小弟讲，惹熊惹虎，毋通惹到啥查某，爱小可尊重我这个阿姊。因为安尼，我才知影原来台语是遮尼趣味。恁敢知台语真济话？念起来，白丝在唱歌，真好听。红气气，红红红，香公公，香香香，天乌乌，天乌乌，地热乎，阿公阿爷低头在滚乌。台语不管是用讲的，还是用唱的，拢有真济无共款的情绪伫内底。恁讲台语是毋是真好听？讲台语是伫传承咱真水的宝语。即卖开